那就是那个，这是的野生抓呀。嗯，或者是脑这根，对吧？啊，这个。哎，光山的啊。光山鸢，那个光山鸢啥子？光山鸢有骨头的，至少是长草哦。啊，至少草啊，这我你抓你山的。哎，就长在哪里的？到现在就是在叫。啥就长在哪里的？五块两吧，一百块两。至少长草，长那原生鸟还是鸟多好。不得，养不得。以前就是热石窟，长个。好好好好好。